行啊，有两下子。不是有两下子，而是比你强多了。光嘴上说有什么用啊，有本事比划两下。行啊，怎么比？一对一攻防上篮，你可别怪我不给你们女生面子。没问题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不会打退堂鼓了吧？你输了加入篮球社。太老套了吧，我是不会入社的。再说了，要是你输了呢？我不会输。没事找啥事儿？不知道啊，走走走去看。篮球社招新，女教练，单挑男队员，这是活休闲。不是说寻找球场小哥哥吗？这就是视频里那个人吗？什么小哥哥啊？什么男队员女教练，这种 one by one， 女生的身高和力量都差距太大，没悬念的好吗？我倒想看看。君彦，你也来球场，真稀奇啊。老队长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小强，你也来了，有个女生要重组球队。到底是女孩子，这么简单的一个计策就上当了。后仰跃起式的投篮动作，这可是你最擅长的招式，被一个女生使用出来，有什么感受？君彦，业余的教练，业余的经理，业余的球员，走吧。哎，同学。真的是你啊，我找你找半天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。如果是想让我加入球队的话，就没了。为什么呀？前我都看到了，你球打那么好。谢神，柳夏，你昨天晚上看到的就是他。他就是君彦，就是我之前跟你说拒绝博青队的那个夜神。沈学长，张小强，我青梦的梦幻阵容竟然都来了。你们三个之前是跟我爸一起打球的吗？你爸爸苏教练。太好了。各位学长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叫苏暖夏，现在招募队员，然后我想重建青梦篮球队，希望大家加入。我相信有了你们，我们一定能打败神话。就你还要打败神话？哥，没兴趣。不好意思喽，美女教练。等一下，放手！一个女生力气怎么这么大？夜神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你看，以您超级无敌的球技，如果不上场展示的话，你对得起那场上场边为你呐喊的那些美少女们吗？原来昨晚的帖子是你发的呀，哥，你俩还真是有缘。什么帖子？放手。大神，你就加入吧，重建篮球队是我的梦想，篮球队也需要你，而且有了你的加入，我们一定能打败神话的。大神，你加入吧。暖夏，你在干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